尼泊尔的在地早餐。我就这样子跟着他们一路一路闯荡。Very bully， 100%超顺畅。他说你要不要来我家感受一下尼泊尔传统家庭在家里吃饭那种感觉？妈咪要做玛莎拉。You guys made the masala yourself? Yes. The wheat here is legal? 真觉得这是我这几天吃到尼泊尔菜最好吃的。大家好，我是学会出刊 H 帅出啊。今天刚好有一点时间，想说来拍一下有没有加德满都 local 的 breakfast。但我走出来发现 ，Oh my god， 那么冷呢？啊，我的尼莫 ，Nemo， am I？ We will going to Asian Bazaar。Asian Bazaar 算是他们这边 a really famous local market here， right？But normally, a lot of people will show up at the afternoon or in the evening. 所以我们现在去可能没什么人。但是我那时候想说，每次都是拍街头美食，想说可以来拍一个尼泊尔的在地早餐。结果刚尼莫跟我讲说呢，这边人都很晚起床，所以呢，可能现在去没啥东西。What time to start to work? 10 o'clock in the morning. 他们只有一天休息，他们六天上班。Only Saturday is the weekend, but the weekend just only one day. 好了，那我们就出发吧。哇，我今天穿拖鞋耶！天哪 ！Oh my gosh！ 我忘记这边尼泊尔跟印度很近，环境差。Like dog, so cute。为什么这只狗这么的很 typical 的尼泊尔印度式风格？哇，它这里还有千年古井哎！我记得之前在 Varanasi 的时候也是这个样子，它的路就是比较神奇。但其实我不太知道为什么他们不整修这些地方的路哎，因为外面的路是 OK 的，这边的路就是很神奇。他们在挖下水道哎，他们用自己人工挖的，自己的水道自己挖，哇，好辛苦哦。拜拜 ，Namaste。What is that?Like a momo? Not a momo, but a little bit of a good one. With our Taiwan's sweet potato, it tastes a little bit different, but it's a little bit thicker. It's not so sweet, it's not so juicy. It's good. Come early, it's good. It's clean, I guess. Your street food is online, everyone. Okay. 真的吃起来没有什么甜味，我觉得那个长的比较好吃哎，长的是甜的。哇，它这个是晒干的 beef， 但是还是要再 cook 一次。等一下。banana， 上面有写阿桑，我们现在在中心点，然后它有不同的区，可以往不同的地方逛。他说这是优格哎，我们买了一个这个，但是因为它这边没有 spoon， 所以我们就等一下吃，我们都要找汤匙来吃。我们现在来自己续逛，他们结婚都会准备这些东西哎。啊，这边的路比较好一点，跟刚刚的路比起来，这边的话还有至少有瓷砖。啊。那我就来摇一下。他刚一直是说你摇一下，然后听一下那个声音，然后看一下它下面的那个烛光，你可以清你的 mind。一早晨起来的时候听到这声音会 clean it。各位听说他是尼泊尔当地非常知名的人。啊 ，nice。他正在直播哎。哎，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另外一个咖喱，不错哎。他说到后面去做，就坐在旁边这样吃啦。I have curry. You want to try the this one? Okay, the curry one. 哦，其他人都是这样买一包一包的回去。哦，哦，就是这样子啦。Thank you. Yes. 各位，我们来吃看这个咖喱，它就只有一个咖喱的豆豆 ，salty。Is that roti? Yeah, roti. 我们来吃看。哎、欸，
这罗迪好好吃哦 ，The Roti is really nice, better than the hotel， 这种比较在地好吃。我刚想说他奇怪，为什么要拿着包子帮我擦汤匙？我都奇怪，结果他跟我说这是 tissue paper， it's cool。好，那我来吃看喽，把这打开。看起来好奇怪哦，冒泡的，我先试试看喽，来个豆腐，闻起来是 OK 的啊。Sweet, not bad。它跟我们一般吃到的 yogurt 是蛮像的，但是它就是上面这一层冒泡的，让我觉得舌头的口感有点神奇。搭配水果跟那个果酱的话是蛮适合的。不建议大家说一定要买啦，因为你要有强健的胃才能吃上这种东西。刚刚尼莫谁？因为他们这边比较没有那么早起，所以早餐就非常的少。他说通常都是九点起来，你可能喝个咖啡跟茶，然后就去上班了。大概下午一两点的时候啊，又点个炒饭啊或某某。他说只有在山上的时候才会吃早餐。哇，这家很多外国人来这边排队，代表应该是还蛮不错。他们当地的甜点啦 ，so they are getting line to buy the thing you say this one。有个外国人跟我介绍的，他说他昨天吃这个超好吃。哦，它是蛮甜的，真的很需要配一个茶或者是咖啡。他点奶茶，姜汁奶茶，来个 ginger milk， 还不错哎。大家可以来吃，虽然我不知道它的 location 在哪，当然你们可以上网查，因为我是跟着尼莫乱晃乱走的。各位，我们早上吃那么多，我先回到房间来休息一下。他们这边早上都是喝咖啡或喝茶而已，那顶多就喝个水，然后主要是从午餐才开始吃。现在呢，小象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尼泊尔这边的网路。基本上我目前在这个加德满都啊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小象这次去圣母峰的 EBC， 我不是都在山上连他们的 WiFi， 你们知道吗？我告诉你们，下载 Surfshark VPN 超重要的。虽然我真的介绍了非常多次，但这次我一定要好好发自内心告诉大家，小象在山上连接他们 WiFi 的时候呢，有发现一个蛮极大的问题，就是我无法打开 LINE， 也没办法用 Netflix。但我开启 Surfshark VPN 的时候，我连通，我才能把 LINE 打开。VPN 它就是可以把你的装置跟网络连在一起。我们在上网的时候呢，也可以替自己的隐私进行加密，还可以跨越地区的限制，顺利浏览无法观看的网页内容。也有一些地区它是没有办法打开 Netflix。我在开启 Surfshark VPN 之后呢，它才让我进 Netflix 里面去看可以下载哪一些啊，看哪些影片。这次在山上，我就把一个最近比较新的欧美剧叫《1899》全部看完了。我真的是进入了 Surfshark VPN 之后，我才能打开它。现在呢，只要一个账号就可以让无限的装置进行使用，不管你在哪里。Surfshark VPN 都能保证你在网络上安全的畅行无阻，它还有30天的退款保证哦。出国呢，我们先下载，喜欢再继续用。影片下方资讯栏呢有小象的专属优惠码 Elephant， 马上就可以获得15%优惠，还有免费使用3个月。等一下呢，小象休息完，下午我们还要继续吃哦，要去吃一些不一样的街头小吃。嗨，各位，我又出来了，因为我觉得刚刚早上就是拍的不多，所以我现在下午又出来了。Diksha 啊，她是 Dipa 的女儿啦。然后今天下午呢，就是由她来带我出去玩，好不好 ？Hello，Hi， 我们现在呢下午要去吃跟早上不一样的东西，早上是比较甜，然后比较多饼类，那现在要去吃 spicy。Let's go。哦，这个印度的球球好熟悉哦。这锅煮起来不得了哎，哎，是小朋友在这边做哎，蛮有趣的。各位，我们先来吃看喽，看起来非常的香料，那一锅里面的东西真的是舒喝的多呢。哦 ，Gari Puri， 它是好吃的，胃酸过多的人不能吃，因为它的味道也有一点酸，但我觉得蛮有趣的，这锅。这个 Dory 里面呢要放一些花生，然后还有一些感觉是酸奶酪的东西，然后还有很恐怖的红色液体，这红色液体感觉就很辣，一口吃。I love this more. Who? This is I love peanuts. You love this one too? Good, nice. 好，那我们就来吃这两个，等一下还要去吃别的。我吃完之后，我觉得我这胃这边有一股热流，就刚刚一股热的东西，又配上一点汤汤水水，然后那些汤汤水水呢，又是 Wonder。各位过马路要这样子过的啦，
这个站在中间过马路实在是帅，因为他这里好像没有红绿灯的。我就这样子跟着他们一路一路闯荡，而且很多警察跑出来耶，可能是因为像刚好下班时间之类的吧。啊，明天放假，哇哦，他们没有带我吃街边小吃耶，带我来到了一家 restaurant。哦，这是很 local 的东西，用手拿啦。然后，哦 ，Nepal Pizza， 尼泊尔的 Pizza， nice， 它上面有一层蛋，然后沾他们这个可能是咖喱类的吧，它其实就是 Pizza， 然后上面是放一些绞肉跟一些蛋，然后外面他们沾那个酱是咖喱酱，但我看这边好像都是比较多在地人来吃的，比较少看到外国人，所以我觉得这家应该是真的还不错。Dry meat， 然后挤上柠檬，然后他就说他在最爱吃的一道菜。哦 ，That's good， but it's really hard to buy。他这个咬很多，真的好硬哦。那应该是我们在市场拍到那个肉干，它也是野牛肉的肉干，然后它加了一点调味，吃起来说还不错啊，但是就是真的要咬很久。我觉得就是个非常适合看球赛时候吃的东西。我们现在要来喝拉西，尼泊尔式的哦，它就在马路的旁边，就转角处而已。然后大杯是80，小杯是45。我刚刚有问他们拉西跟 yogurt 的不同，他们说拉西的话里面是有加 yogurt milk 上面这些谷物，它就是 mix 版本的啦。来吃看，嗯，很好吃哦，它就是满满的发酵饮料。我今天一定100%超顺畅。Yeah.Yeah. 是像游街吗？好多好漂亮的女生啊！ They are so pretty. Have you seen the bride? In the car, I didn't see. 我们现在来到一个非常非常 local 乡下的地方，因为我们今天要去迪帕他们的家。因为迪帕女儿昨天呢就邀请我说，你要不要来我们家做午餐？因为他们呢刚好每个礼拜六呢都是他们的放假日，他们礼拜六就有点像家庭日这样子，所以说他们都会聚在家里啊一起煮菜。他说你要不要来我家感受一下尼泊尔传统家庭在家里吃饭那种感觉？我说哎，不错哎，有这个机会当然要。所以我就来了。哎 ，money。So you are prepared to buy something there? Chicken? Chicken. Hello. Hi, 哇，他们买了鸡之后，这边要先烤过之后再带回家耶。妈妈跟女儿，他们刚把鸡跟菜都买好了，要回他家喽。Slowly. Thank you. Oh, I'm so excited. Hello. Good day. Namaste. Would you mind? It's okay. Yeah. Hi. Your brother? Yeah. Ah. So yeah. Handsome too.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Yes. 我现在去看一下主人。One glass of milk. Is the milk? Sometimes in market, what we find is powder milk. Mm-hmm. Even in the hotel, they use powder, but this is pure. 它这个话是纯的牛奶，因为我们通常喝到的都是那种粉状的泡的奶粉。然后他们现在煮这个有点花生跟芝麻味，他们自己做的麻酱，自己家里煮的，喝它。Is that masala tea or milk tea? Milk tea. 它的奶茶好好喝哦。Oh, it smells so good. I love it so much. 他们自己调出来的奶茶超好喝哎。现在煮另外一个。好像是豆类的东西，好像配饭配着。哇，他们会每天这样一起煮饭，我觉得还不错哎。妈咪要做玛莎拉了。哇，用石头磨哎。哇，他们是要自己做。Oh, nice. You guys made the masala yourself? Yes. Ah, is that chili? Why masala need a chili? Every time I drink the masala tea. No, it is not masala tea. Actually, it is for cook. Yes, for cook. Oh, but it's the same masala. Yes.
现在他们正在做料理的 masala。Masala. Masala. What difference between the masala tea masala and the light masala? Because masala is masala tea in India. Oh. And this is garlic, ginger, cumin, and some green chili.Green chili mixed together. Penne puri masala 跟 meat masala 就是不同的东西，有不同的做法，里面的材料也都不同。Masala 有点类似，就是 mix. The meaning is mix, right? Thank you. Ooh, n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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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ce. 好，什么要割？但他们这边没有抽油烟机耶，这是红葱。Oh, can make me cry. 加一些香料进去了。感觉好像是孜然，我觉得他们身材不错哎，就全家一起这样子煮。他们其实煮饭的东西都还蛮传统的，他们没有抽油烟机，就想说哦，他们没有抽油烟机，我想怎么办？那这样子烟不会太大吗？他们连喝水啊都是很传统，是用水桶装的水上来的。One chicken， 好香哦 ，smells so good，I like it，I like it so much。That's it. So we have some.Carrot, boiled potato, mm-hmm. and some onion now. Yeah, we add some masala. Also masala? 它这个 potato 是 the local potato, 所以会吃起来有点酸。它刚给我吃，我觉得有点酸。Any other thing I need to add in? Yes. 哦，来了。So this is, bangle. Bangle? Why is bangle? Wheat seed. Huh?The wheat here is legal? No, actually, not. Is it the wheat like the wheat? Yeah, that's it. The wheat, not wheat, but it's the seed of the wheat. Yeah. Okay. 大麻的种子. So the wheat over there is legal? Illegal. Illegal. But you have a seed? The seed is legal. No one will allow to grow. Oh, not allowed to grow up.不允许让那个种子发芽，但是可以允许那个种子。真是 weird， that's so weird。哇，那个饭看起来也很赞哎。Yeah, thank you。这鸡看起来太好吃了吧！哇， looks so good。这看起来好好吃哦。我知道他很想要苹果手机。Napoli food。他们刚跟我聊，就说在这边好像很难买得到苹果手机。我听好多天哦，因为他说他一直想存钱，因为他每次都拿他男友的手机。后来我就想，他不知道我有多一只。然后我刚刚就想说，其实我有多一只，我有带到尼泊尔来。然后我就说，不然我送他，因为我那只旧的是11 iPhone 11。然后我想说就送他，因为我也没有再用那一只了，送给他一个小礼物。Let me try by hand.嗯，它旁边还有就是刚刚做的那种马铃薯沙拉，还有棒棒糖，The chicken so good， 妈妈的那个 chicken 好好吃哦。我真觉得这是我这几天吃到尼泊尔菜最好吃的。Better than the restaurant, better than the, yeah, better than. Thank you, our mommy. 今天带大家吃了很多不一样食物，尼泊尔的 local food， and 我们还有来到他们家里这边来吃他们的饭，希望大家喜欢，希望有机会可以来尼泊尔玩。喜欢小象记得按赞、订阅、加分享，看小象下见，拜拜，拜拜。Playing and waiting around. It's a shame that my hands start shaking.